小姐，小姐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这段时间我为你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还看别人冷眼，被别人嘲笑，你想让我原谅你，不行，没那么简单。我好歹也是个有态度的女青年。看你表现，再考虑要不要原谅你吧。哎，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啊？我说了，看你表现。王爷小姐，我们来给你们用茶。小姐，我们来给你用茶。小姐，我们……哎，行了，走吧。 让这个大猪蹄子好好想想。这难道就是喜鹊说的"追妻火葬场，虐妻一时爽"？啊？我错了。看你表现，再原谅你。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啊！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我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，而是爱到痴迷，却不能说我爱你。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，而是爱你爱到痛彻心脾，却只能深埋心底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，而是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在一起。啊！ 怎么样，你家小姐，原谅我了吗？不是的，王爷，小姐说你太吵了，吵到她睡美容觉了。啊！哎，王爷，喜鹊，你若再不理本王，本王的心便要碎了。谁让你学我念那些诗？ 我还不是以为你会开心啊！哦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你之前是怎么对我的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爱妃。